转往一个话题，一个比较有趣的，一个很美很美的舞蹈。我们过去看过一个捧红 Susan Boyle 这个 Britain Got Talent 这个节目，英国达人秀，最近呢出现了像影子也像插画一般的舞蹈，非常的美。人体和光影的交织是最近迷倒英国人的经验。今天的故事关于爱、浪漫、婚姻和死亡。你相信吗？不光是男女主角，所有的符号、背景、建筑，全由人体的舞动排列再投影成像。来自匈牙利的舞团 Attraction 把大家都迷倒了。这是2013年的英国选秀节目，八位匈牙利舞者今年4月第一次登场，只是单单纯纯用影子说故事，但八个人体线条不可思议的流畅和创意。他们的影子说尽人生的故事，让英国人感动，许多人哭了。谢谢他们，让我们看见了感动人的是全力以赴的生命。